玩的集时间3:30。我记得前年，即系旧年2019年7月9日嗰日咧，我哋嗰个卅祈祷会，即系唔系，跟住之后去到咧呢个通识科阿 Sir 就闹我哋班，都诶唔做呢个 IES 邪教。即係竟然話冚冚板都冇嚟，係咁鬧咁鬧。跟然之後就睇到咧呢個反對團四，就佢就開播電影，咁我喺舊年7月10日就走去睇。咁冇諗過嗰個劇情咧，竟然係最終個結果就係胡迪佢冇跟嗰班朋友走。佢又保護嗰班人，佢幫其他嘅玩具。我記得前年7月9日嗰日，咁我就嘗試由呢個天水圍跑過去屯門，來回8公里，即係合共16公里。玩 BF5升個 level 364，我特別見到有一個 hacker 咧，唔知點解好似3月幾嗰個咩 YD 嗰個咩，佢殺咗一堆人之後，跟住就又話咩 E 字些 T 字，跟住又話 tracks 當垃圾狗，跟住又走咗。就好似好串咁樣，我又見到一個嘅成員，佢入咗個小隊之後咧，又話叫我用嗰啲小隊分數去叫一架廳出嚟，嗰架有架型鱷魚。咁，但係嗰啲分數唔可以亂用，所以上次咁樣遇到一個人就話叫架嗰個突擊斧出嚟，跟住佢揸咗10分鐘之後爆咗，跟住佢又要我叫一架坦克破壞者出嚟，哇！啲分數俾你亂咁用，喂，識唔識讀寫作啊？雖然我頭先就係叫咗個突擊斧用，但係嗰陣咧，即係我哋個 team 就嘅。cam 曬對面隊咧，而對面隊係基本上射唔到棋，咁加上嗰啲敵人佢嗰個分散咧，好難叫火箭或者叫 set up turret 嘅。我今日新增咗30宗新冠肺炎個案，然之後教育局宣布，下個星期一7月13日就全港中小學提早放暑假。
停課啊，意思係我記得佢話七月尾嗰陣先放暑假，跟住提前到七月中先放。變化都幾大的，因為你你之前都聽得到，永遠都有啲輸入個案咯。但係相反，呢幾日都忽然間爆咗好多本地出嚟。30单都可以话几啲严重，出街点都要，如果一啲多人嘅地方必定要戴口罩，因为你无时，因为你无时无刻咧，你身边嗰啲路人都有机会拿咗新冠，跟住传咗俾你就大镬噶。唔知道有冇影響到呢個謝師宴咧？雖然佢八月幾舉行，八月尾呢個放榜嗰個叫咩？放榜係咪放榜講座會唔會係順利啊？因為都受啲影響啊，又話咩你搞講座咧，又話要佢話每個學生要坐個距離要1.5米，跟住係啊限聚令啊！你依家唔知係咪50人？但係我哋 ABC 依班都超過幾百人，會唔會真係違反？另外啲人應該係4班去唔同嘅課室，因為你4班坐曬一齊，真係有機會拉到啦。等到10日之後先知道。